其實我同阿泰咧都冇乜兩句嘅 ，OK， 亦都體諒佢個環境。不過我就唔明白佢點解咁笨柒。阿泰係一個好撚笨柒嘅人，相當愚蠢。點解咁講咧？屌你老母閪！喂，老實講，黃楊達同黃毓民乜嘢唔妥，乜嘢都好，乜都唔緊要。你係阿泰，你又做咗立法會議員，你識揀啊嘛？你攬撚住毓民，毓民又咁撚卡，我唔好話卡啦，純。你起碼都繼承埋政治遺產先啦！你連呢啲咁嘅陰謀心計都冇，你學咩搞政治啫？